诸位家人，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这几节课一起交流学习的这些观念还有心态因为这些观念心态随时在指导我们修学的知见，修学的方向这观念心态不对了，这个法药能救人也能什么害人这个原文是说杀人所以我们修学首重正知见，一定要正确的知见才能在让指导我们在菩提道上不会走偏掉。那承德呢，就一些经典还有师长老人家一些教诲自己能想到的供养给大家也是很有限很可能大家体会到的这些观念心态比承德体会的更多而且更重要那假如大家有这些体悟的时候麻烦也给承德回馈一下那个这样呢承德在讲这些课的时候这个深度跟广度才能够更好更提升好，那第一呢师长老人家讲经常常都说随顺圣贤佛菩萨的教诲，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这是第一个重点师长也常常强调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呢不可以随便相信自己的意识师长在十年因缘里面有提到当时候李炳南老师请他呢参加这个内典班就是要讲经的他老人家说他是要学经不敢讲有没有因为举了哪一个公案下错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也复生请问大家讲不讲经不讲那不讲要干嘛对呀不讲不讲就成就了那当然我们修学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叫离言说相有没有好这个言说挺吓人的吧下错一个字才一个字错而已果报是什么五百世当畜生呢五百世也无生看这个话挺吓人的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要犯这个错也已经很严重了才会犯呢为什么离经一字便是魔说他已经不照佛陀的经教讲话了那请问大家当我们不照佛的经教来开解道理那是什么心态那自己比佛还厉害了所以刚刚师父讲的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呢不可以轻易相信自己的意识因为阿罗汉已经达到觉了
他是的正觉的，他的思维不会错了。而师长老人家很慈悲，他洞察我们这个时代啊众生的根性，给我们开出很多重要的法药。比方他老人家说，他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那师长老人家干嘛要从《论语》里面挑这个八个字出来？那是在护后面的芸芸众生呢，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末法了，甚至于老法师是有中华文化传承的最后一代了，我们的年龄已经跟师父是什么辈的了？祖孙呢？现在在座很多20岁上下的学长们是什么曾祖辈的，已经又小我们一辈了。那这两三代人都是没有根基的两三代，而且一代怎么样一直往下，当然快已经在往上了，已经止跌回升了，因为可能在这几年呢，就会出现胎教就开始学的。据这个可靠的消息透露，我就说知道的就有14岁的，他就是胎教求来的，然后父母都很用心自己带。那这个我们这么分析，是万法是因缘所生，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时代。可是大家不要这么一听了，我又不是从胎教开始，又气馁又来了。那个劝发菩提心文有一段教导，勿因根浅自彼无分嘛，是吧？根久，这根浅而日深嘛，所以假如我们根基不好，这个经典是很圆融的嘛，能依能知几百知嘛，能识能知几千知嘛，所以佛法是最圆融的。所以我们一有烦恼啊，就是我们的思维有分别执着了，没有按照佛经了，不然应该呢随时都是理得心安，都安在经典当中。我们根基比较不好，中庸有告诉我们嘛，能依能知几百知，能识能知几千知。所以什么是圆满？《了凡四训》里面是不是有讲到什么是半，什么是满？有一个女子到佛寺去，很虔诚，拿了多少钱供养？2文钱。后来入宫富贵，可能拿了1000两，是吧？你看，2文为满，1000经为半。所以尽心尽力供养就是圆满。我们现在挺难的，但难行能行是真实的供养。所以佛法是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因缘都能达到圆满，这个才是妙法。
所以我们能用这些经教呢，以理则情，用这些教理来调伏我们的这些烦恼分别执着，这样处处都能呢安心，处处都能呢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好，这四句话念下来，大家有没有觉得挺难吞下去的？好，来，我们再来一个探讨。好，就是假如您觉得遇到哪一件事呢，实在没有办法跟这四句配合了，就把那一件事呢写上来。好，然后呢我们再来探讨，好不好？不然铁定我们没有把这些化掉，会不会障碍我们的清净心？会啊。哦，点头点很大力的，可能已经障碍蛮久的。哦，那这个要赶快心有疑随杂记啊，大家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昨天还有提问的哈，昨天有没有跟大家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课程当中呢，在随缘把它提出来做探讨啊，有吗？哈，但事实上呢，有一种更好的，就是呢，你就随着听课啊，就啊，我知道了。哦，那个不是别人给你的答案，那是你自己领悟的。大家有没有经验，你去问人家一个问题，然后人家很用力的跟你解答，好，然后你说哦，听了都有 很有道理、啊，但是好像感觉好像听起来还有心里还卡卡的这样，好，跟你自己想明白的不一样。好，那这写上来的问题啊，都可以公开名字吗？啊，可以啊。假如你写上来的问题不能公开的，请在后面注明一下，不可公开。这个都好商量。你不能说不公开的就是心里还有啥，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事可能会牵扯到家庭啊，或者他人，这个时候也不能公开。大家应对之间呢，都要人情事理都要敏锐啊。你看我们俗话常说的，家丑不可外扬，很有道理的。你把家里这个不好讲出去了，那到时候传到你先生那里去还得了啊？你刚好讲你婆婆，传到你婆婆那里，那完蛋了，那这个梁子结的就麻烦了啊。所以起心动念一言一行都要考虑到会不会有流弊的问题。好，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啊，他师长老人家洞察我们的根基，他特别点出了最佩服孔老夫子八个字：述而不作。述而不作会不会再犯下错一个字转语？不会啊，因为佛佛道同。孔子也给我们表演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大家读《孝经》，读下来，有没有突然说啊，我知道了？你看，孔子在《孝经》就充分展现述而不作，有没有？孔子这个在上不骄，高而不为，自洁警度，满而不溢。讲完。论述了一段话，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爱轻者不敢误于人，敬轻者不敢慢于人，爱敬敬于事情，这样讲下来，夫行云，一人有庆，照明赖之。你看，所有的发挥都回归到经典上来。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老法师讲经是不是这样？对呀、啊，讲了一段，我说啊，开得太好了。师父突然说：“所以《华严经》上说啊，唯心所现的、啊，唯事所变的、啊，的理事都是圆融的，啊，的述而不作。”为什么要开解呢？时代不一样啦，你要开解到这个时代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情境啊，这叫契机啦。所以每一代为什么都要有祖师来注解经典？他都是契那个时代的机。所以师长老人家法缘为什么好？他讲经不止契理啊，他还契机啊。所以当师长老人家的弟子领会他的心法，应该跟家人一讲话，家人很喜欢听啊，是吧？跟他人一分享，人家说：“哎，你常来啊，常来我们这里喝茶，我泡大红袍给你喝，是吧？”哎，你们不知道大红袍吗？到福建来，这是很好的盐茶。你们都放下了，我知道这个才贵才贵。世间这些都不能留恋。所以这个我们跟师父学啊，就要学他的心法。这个也是学习当中很重要的，目贤当目其心。述而不作，不傲慢。这厉害啊，师长老人家说贪心的核心是情执。你说我不贪呢、请问大家，你有没有讨厌的东西，讨厌的人事物？有、告诉大家，喜欢是情执，讨厌也是情执。喜欢是留恋娑婆，讨厌也是留恋娑婆。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开示的，因为喜欢跟讨厌都是人的情见，都是情执在生作用。哎，这一段精不精彩？你心上还有放不下的，都是留恋娑婆。心里面还有哪些是很割舍不下的，一想起来心里就很不舒服，我心里就很挂念，这些都是放不下，都是留恋娑婆。所以有时候我们这同修之间呢、常常都会说啊，我生死都放下了。然后有时候一讲，哎呀，我那个朋友生死也都放下了。陈德那时候一听啊，哎呦，有点害怕。生死放下了这么容易啊？那生死放下了就是不留恋了吗？是不是？那还有喜欢讨厌，那怎么是生死放下了？所以有时候啊，没有证阿罗汉以前，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哦。哎，这个很重要啊。不要说我们了，你说子贡厉不厉害？厉害吧。可是你看子贡有一点说，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无亦欲吾家诸人。他说他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就是 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接哪句话？子贡啊，你还做不到啊。不是你的境界啊。因为我们的念头里面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啦，
他就出现一个执着点了，那就会不老实了。哎，自己感觉挺不错的，这是很细微的慢心已经起来了。所以《了凡四训》那一句话特别重要，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你说那才一点点而已啊，好像李老师前天有讲啊，他们以前这个衣服破了一点小洞啊，就要赶快什么缝啊。好，我们闽南有一句闽这个俚语啊，叫做细坑无补，大坑你得干苦，有押韵吧。所以大家要研究文字学呀，得学学闽南话啊，因为呢闽南话应该是唐朝的普通话，所以闽南应该是正统的中原人，他叫河洛人，后来被赶下来了，五胡乱华往下逃难了，所以闽南人叫黄河洛河叫河洛人，河洛人。所以你那些经典有押韵的用闽南话都能念，零基础神本身形象经色相万，过不搞醒乃称告知得贵以专。我现在是没有本钱唱歌，念两句还行，我这个唱歌现在中气不足啊，得要有自知之明，这也是修学很重要的心态，我得要有自知之明才行。好，所以我们再拉回来啊，拉回来，子贡这一段话也是警醒我们后面的人，他也是很有悟性的人，但有时候没有老师这么一提醒啊，他可能也会落到我们下联居老居士讲的什么是老师，有一毫凡情甚解，甚解就是哎呦我这个悟处很不错哦，还是哎呦我是不是已经开悟了啊，甚至于我曾经遇到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啊，刚好我们见面了，他呢没跟我聊其他的，先把一本照片相簿拿出来，然后一拿出来就说你看我们开课的时候这是哪一期的，一开课啊，天空放光哦，哪一期的，你看哇这个瑞相怎么样怎么样，我在那里要恒顺众生啊，但我心里想啊 very dangerous， 危险出现了，他会染浊了，他这个行为已经是些微的什么炫耀了，所以你看念头很细啊，所以 礼教为什么重要，它防微杜渐呢，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印祖文钞里面也都有感叹呢，很多当代的那个出家人那个慧根那个一文千物的根性最后都出事情，那就是他可能一个念头没收好就完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还没有开悟不能离开善知识，甚至于最低标准是非
善恶邪正利害都能分辨了，才能够离开。黄念老他有讲啊，我们这个世间不好修啊，为什么佛要一直劝我们往生西方？不只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更重要的那边没有退缘啊，你去了就缘正三不退了。你去了之后，教主殊胜啊，同参道友殊胜啊，国土又殊胜啊，每天听阿弥陀佛讲经，又跟文殊普贤菩萨切磋哦，然后呢，好，这个躺在那里，躺在水里面的时候呢，还有一只鹦鹉嘉玲萍姐在跟你说法，是吧？啊，皆是阿弥陀佛法音宣流，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不可能退转。可是我们这个世间呢，退缘很多啊。但是假如会修啊，这一生也能修到十报庄严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去啊，要有志气。哎，遇到净空老法师啊，目标要锁定在哪里？上品啊，你不要说我下品下生就不错了啊，大家立志要小心一点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你就下品下生，一不小心不就没拉到了吗？那还得了？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就完就落死掉了，就没掌握住了。黄念老说，我们这个世间进一退九，进了一步啊，就退了九步了。啊，我们这个进入中年的人体会就很深了，真的是初发心成佛有余啊。真的现在回想起来啊，比起刚到海口去的那个愿力都差很多了。那当然要赶快再提起来。第二呢，就是进这个世间呢，一个人进步啊，九个人退步。这个是指修行的人哦，一个人进步，九个人退步。还有第三个意思，进步一步，当下就同时隐藏着退步九步的危险在其中。所以祸福相依，修行人为什么战兢惕立，为什么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一不谨慎，四大烦恼常相随啊！啊，这个无始劫的烦恼，它就上升了，不知不觉。哦，你看我爱一切人事物，什么时候开始有贪爱？不知道 啊你比方说认识一个人，跟他关系很好啊，突然有一天闹点别扭，很不高兴，看到他也觉得很烦啊，有怨恨心了。这个怨恨心从哪里来的？从爱来的。所以爱跟怨恨是一件事，都是情执产生的作用。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讲啊，定须习啊，我们修戒定啊，需要练习
所以李业老师说，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用心的事情好。你们回应得很好，不然我有可能去打小报告。这打小报告也是无始劫的习气，这个要当场绝招要放下。好，因为呢，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所以普贤菩萨的法界只有赞叹，没有打小报告，只有赞叹，没有批评，没有毁谤。所以我们这个跟西方的频率要接上啊，就像那个看电视啊，你要看32台、48台灯是吧？要按准就接通了。所以要把极乐世界接通啊，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好，什么时候接通？啊 ，right now， 现在吧。接通最基础的礼敬诸佛，好，这一句法要，这个药要不要吃？好，吃下去，看一切人都是菩萨，礼敬诸佛嘛，那还有没有看不顺眼的人？没有，赶快吃药了。这法要很重要啊。所以师长老人家讲经啊，刚刚老那个陈德讲的这个，都是师长老人家在将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里面教导的。哎，这一片碟是安排在后面的课程啊，这个把知见讲得太清楚了，大家可以好好多听几遍。所以这一次我们45天的课啊，大家觉得听一两遍够不够？不够啊，回去要多听几遍。这些也都是在师长老人家重要教诲当中精选出来的。好，师长老人家的法语重要。你看这些开示啊，以前的祖师没有开显过啊。但那个理都是相通的，贪心的核心是情执，所以情执要放下。嗔恚的核心是什么？傲慢，傲慢一起就是嗔心哦，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那不能再傲慢了。其实我们看释迦牟尼佛那么谦卑，看到他的学生年纪大了，在那穿线穿不过去啊，穿针啊，穿针线穿不过，他老人家很自然的马上拿起来把它穿过去，这么谦卑啊。那个释迦牟尼佛见到小朋友那么恭敬啊，小朋友一看到他高兴了，拿了一堆土块是吧，供养他。这阿难在旁边要去制止，佛陀马上比个手势，好，阿难就止住了，不然阿难可能脱口就是你们怎么可以拿这个给佛陀是吧。但重点在哪？因为佛他的境界是见性不着相，他见到的是孩子的什么真心，他没有着那个相啊。所以有一只狗啊，看到观世音菩萨很高兴啊，就拿屎去供养观世音菩萨，他马上就解脱畜生身了。假如你在旁边呢，他就供养不成了，你就打他个半死。
因为狗改不了吃屎嘛，是吧？他是去供养，所以大家不能着相啊。所以就有一个公案，也是师长老人家表演给我们看的。就有一次安排一个人坐在师父旁边嘛，因为他说想清净师父啊。当时这个悟行法师就给他安排，结果他一来说：“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近？你不是要清净吗？”所以这个法师也很慈悲，让他最近的位置。那当然第一次见面坐那么近也是会紧张了。结果他一坐下来看着师父，哇，师父你真是天生丽质啊。结果坐在对面的护法说：“什么天生丽质，法相庄严啊。”哇，这个护法这句话一讲啊，本来那个天生丽质一讲大家笑得很开心，突然他那一句话压下来，大家不知道怎么接话了。就说所以师长老人家又有一句法语：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其实这些法语啊都得在心地当中去关照啊，那个法味就出来了。其实人那个对错很强的时候就是慢心啊，对错不就是高下见吗？对啊，所以你说要调伏慢心谈何容易。但是不容易也得干啊，不然要轮回。所以这个非帝王将相所能为，那要下大勇猛心啊，才能过得去的。结果你看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师父马上笑着说：“天生丽质就天生丽质嘛。”师父一讲大家又笑了。所以这一位同修他刚接触佛法而已嘛，在他的词汇里面最高级的赞叹就是这四个字了吧。他又没有听过法相庄严，所以他用最他所能想出最高级的赞叹的，所以他的赞叹已经是圆满的了嘛。所以佛门就是说你尽心尽力了就是圆满的，不是在向上的，不是佛法这样啊，我们中华文化可爱也可爱在这里啊。所以有一句话叫莫以成败，你看这句话多可爱。所以你一想到忠诚想到谁？诸葛亮啊，孤臣无力可回天啊，可是他圆满，他精神长存呢。可能又想到岳飞啊，是吧？所以这个中国文化为什么跟佛法这么相应，它也是重实质啊，不是重在表象当中。所以师父这些法语啊真是太珍贵了，如平得宝啊，改往修来，喜心一行啊，自然感降。我们改往修来，业障就能消掉。业障一消掉，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有什么愿呢，就会很有感应。所以承德也看有些同修他对治烦恼下很大的功夫，后来他的这个缘呢走的就会越来越殊胜，这个都是很自然的。所以修学从哪里下手？夏莲居老居士说的：习重者，习气重啊，习重者业重，习静者，清净的净，习静者业净。
所以真心学道的人呢，必自去习死，一定要从去掉习气开始。所以于静义工这个就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教诲了，他是以身呢给我们表演，来供养我们。他有他负面的部分，还有他后面修学得力正面的部分。那师长讲到的贪心的核心是情执，嗔恨的核心是傲慢，愚痴的核心是怀疑。这刚好啊，同仁这个问题啊都有提到了，但大家要注意啊，我们这个修学的一个惯性啊，修学重要的是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修学重视悟性，不重视知识。但是你不要又偏到一边了，不重视知识了，我经也不用看了，是不要去变成求知欲。欲是什么？贪的嘛。我们是解行相应，指路有闻，未知能行，唯恐又闻，这些都是很有成就的十二贤人之一哦。他们的一些修学态度啊，其实都是我们能否修学得力的关键。所以我们要学佛陀，我们要学孔子，我们也要学十大弟子，还有孔门十则了啊。是十个，对。十个，我刚刚讲错了，这样子十二个了，十则。哎，我们有这个态度了，你再去翻《论语》啊，一翻到颜回，瞪眼睛就瞪大了，不能只有嘉兴眼睛瞪大，大家也都要瞪大。大家要知道，颜夫子他们都是心包太虚的。其实我们的协议当中，难道没有朱夫子的加持吗？难道没有严夫子的加持吗？难道没有范公的加持吗？都有吧。对呀、所以上一次有一个学长来，哇，他的好像是爷爷辈的啊，有一个是方苞的后代，一个是姚鼐的后代，我一听对他肃然起敬，这是桐城派的后人呐、师父就是因为在庐江啊，还有桐城派的余峰啊，是不是？老人家才接触到私塾呢，所以面对桐城派的后裔，我们要不要念恩？要啊。所以啊，其实我们面对每一个学长，他们的祖先都对我们有恩呐、所以我们都要很恭敬他们，所以恭敬他们的子孙，护念好他们的子孙，就是报他们的恩的。所以中华民族太可爱了，已经是所有的祖先呢、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他们都留名青史，他们的精神都照亮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炎黄子孙呢、好，那有同修就问到了，如何发现对治傲慢习气？其实有时候写问题啊，
你假如写得更具体一点，可能在探讨或者回答的时候会更具象。啊，当然你不是很具象啊，那也没关系。哦，而我们学习啊，要打破一个惯性，就是知识的学习。其实，几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学习的惯性大多偏知识。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因为我们都是小学读完，读初中。初中读完读高中，高中读完读大学，读了十几年都是灌输的，记进去，记在哪里发挥，考卷，所以无形当中啊，就会问你一个问题，标准答案是什么，这个惯性出来了。所以有一个北大的博士啊，他在实验室里面呢，老是出一些很低级的小错误，啊，他那个教授也算很有涵养了，就跟他说：“哎呀，这一位同学啊，你都一而再、再而三犯这个错，那我们总得想个办法提醒自己怎么不犯呢？”结果这个北大的博士说：“教授，这样好了，我把我的错误啊抄100遍。”这个处罚方式在哪里出现的？哎呦，我们当老师的人一听完这个故事啊，我们假如用过这个方法，可能有断人会命的嫌疑啊。为什么？你方法用错了，让他对学习产生什么厌恶？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孩子厌学什么时候造成的？可能好几年这样一点一滴啊，老师不对的方法，慢慢就让他对产生恐惧，产生学习的厌恶了。哎，好，那我们不是知识学习，也没有标准答案，而这个立山学长。您这个问题现在还有疑问吗？学生在法师昨天和今天的授课当中，骊山有一些体会和思考，但是感觉还没完全吸收和消化。好，谢谢法师报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曾经啊，我们也是刚好在师长老人家身边的时候啊，就有同学递一些问题啊，然后呢，师长老人家在回答其他人的问题啊，我看呢，这个其中有同修呢，他的表情都很紧张。然后都没有放松。哎，其实听着前面人的回答都已经回答他的问题了，可是感觉他好像没什么受益啊，然后就一直在那里，还没到我的，还没到我的，还没到我的。哎，哦，所以你问问题，有时候你知道啊，我一定要问谁才行。其实你把身心都放松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在读《于静义工于照生》，你砰一下你就明白了。哎，你们有没有经验啊？哪个时间段最容易把事情想通？早上嘛，好，尤其刚醒过来的时候，啊，啥也还考虑不到了，在那刷牙的时候，嗯，好，昨天在那想不通的是想通了。昨天还在那啊，算了，先睡觉吧，想不通，因为你刚醒过来的时候还没有很多念头，或者一些烦的事还没有涌上心头，这是说心比较清净，容易把事想通，或者读经或者念佛的时候，
你可不要听完这一段时间，好，我念佛的时候好好想一想，好想，那又错了。你硬去想，那就越不清净了。念佛就是要什么都不想，万缘放下，然后你念得越专注，突然啊，有一件事就想通了。所以这个叫自性是本有的，智慧是本有的，有时候它会闪出来的，甚至于它会保持一段的，甚至于会永远不变的，那就开悟了。好，好，那我们其实刚刚已经讲到了，哪些念头是傲慢？对错、高下，高己悲能念，你看恩仇报复念，这个也都是嗔心啊。好，或者谁你看不顺眼，那个都是傲慢。你看不起谁，都是傲慢。你甚至于说，哦，拜托啊，他修行都多少年了，他还比我早接触佛法呢。那这个话里有没有傲慢？有啊。所以佛法是内学呀，一切人事物都是善知识，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还有哪个念头，还有哪个习气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个看最不顺眼的人要供在佛桌上？他是我们最大的善知识。我们听师父讲经听了十几年了，还没找到最严重的习气，他一出现就找到了。强者先谦嘛，最厉害的马上蹦就出来了，你十头牛都拉他拉不回来啊。那该不该感谢他？他的出现让我们今天没有空过，因为一日不知非，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则一日无不可精。所以师父老人家说，你会修从哪里开始修？冤亲平等，这是真想成就的人一定这么干。不想成就的人就先放一放吧。那重点来了，我们面对师长老人家的教诲在做什么？检责。这个听起来舒服先做，那个听起来不舒服以后再说。请问大家，我们跟谁学？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对呀，你真跟善知识学，那你要老实听话真干的。好，所以我们能察觉到傲慢这些念头了，你察觉到了，那就要想办法对治它了。那这个对治的方法那就很多了，很多教诲都能对治啊。立山，你自己有没有常常用哪一句教诲啊来对治这个傲慢？比较能够提得起来的就是法师昨天有讲到的，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因为那个傲慢习气一起来的时候，就是外界的人事境缘是不顺己意嘛，心里面就会有那种对立或者是情绪。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尽量调整自己，坐下来，那我哪里出了问题，我为什么会起这个情绪，然后尽可能的回过头来沉淀一下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念头是怎么样的。好，谢谢，谢谢法师。那这个就是受持老法师的教诲啊，
老法师说他最佩服老祖宗的是哪一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这是心法，直接从这一句受持，那哪一个烦恼不能对治？这是根本法轮呢。你任何烦恼这一句都能治。其实一切法从心想生嘛，所有的境界都是自己心变现的，所以境界哪有问题呢？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而且我们常常想到，那佛哪有傲慢？孔老夫子哪有傲慢？习仲尼师象陀，象陀几岁啊？七岁。象陀不知道的，夫子不知道，都谦卑的向他学习啊。这一本弘一大师晚晴集里面，弘一大师挑选大藏经祖师语录挑了100句，还有它有两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格言别录，从格言联璧里面呢挑出精华承德自己的感悟呢不一定对感觉是不是大师洞察我们接下来的学子们，因为社会环境变化太快了，没有大家族了，一个人的人情世理这几千年来在哪里学？七八十人两三百人住在一起都是人情世理啊。可是我们整个社会家庭结构变化快不快？太快了，真是空前的速度啊。那人情世理还是要学啊，可是已经没有那个环境了。那大师慈悲在格言别录当中挑最精华的人情世理，那谁有福报肯珍惜他老人家用心的，就是有福报的人，就是知福，就是惜福的人，就是知缘的人了。所以对治傲慢这个法要这些祖师大德都给我们举了，其实他也是用普贤菩萨这些供养的境界华严经的这些供养你看华严经里面讲的，我若多嗔及怨结者脾气大会埋怨其实这个嗔心也都是傲慢的，多嗔及怨结者，十方现在诸佛世尊皆因见我自己观想一下，十方诸佛都看着我，当作是念就这佛菩萨都在想着云何此人欲求菩提，这个人不是发心要成就菩提道吗？要成佛吗？要往生西方吗？这个人发这个愿，怎么而生嗔恚，即以怨结？此愚痴人，以嗔恨故，愚智诸苦不能解脱。我们自己已经被傲慢嗔恨给什么纠缠住了，障碍住了，我们自己都自身难保，还能求菩提？还能度众生吗？何由能救一切众生？那承德当时候念到这一句的时候，佛菩萨都看着，你怎么这么弄呢？这么搞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救你听到的法，
时时以这个你最相应的这一句来关照自己，不断关照啊，那个警觉性会越来越高。好，那个先回答一个问题就好了。好，我想呢，其他的问题啊，可不可以写上来的人呢？就我们这几天啊，这快两个礼拜的修学，你们自己把它解开来。然后呢，这个我们再交流一下。因为又有一句话叫解铃还需哎，有时候其实很多问题你一静下来一反思啊，一思维，很多问题会解开来。不要把问人呢、也变成了一个习惯。习惯了就变成一个执着。所以有一句话叫呢，一直成病，一有执着点出来就是病了，一有执着点出来呢，法药就变毒药了。好，这个说到这里了。这我们王岩学长提了一个问题我看他这个听了这个师长老人家在十年因缘里面说错的也要听，接下来师父是不是说去哪里找啊，还是怎么说？找不到了啊，错的也要听啊，找不到了。大家有没有听完？哎呀，对呀，找不到了。哎，这个善知识有时候讲话是要把我们的什么唤醒？羞耻心啊，责任心唤醒。你让一位讲经60年不中断的善知识在我们面前说找不到了，没有学生了假如你在场你会怎么做？大家有可能会遇到这一天哦。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发愿了，是吧？马上赶快怎么样？哦，不行，好，我不说了啊，不说了，说了话说多不如少。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呢，修学啊，强调举一反三呢、文艺知识是吧？可是你看孔老夫子又说啊，不愤不起，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你说啊，孔老夫子怎么不教呢？人家我们佛门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那孔老夫子怎么可以不教呢，不复也呢？完了，完蛋了，你一起这个念头啊，再看孔老夫子的东西会不会有障碍。所以不能怀疑孔老夫子啊，他可是至圣啊，慈悲为什么本，方便为门，它就是一个方便的方法。
因为不能举一隅，不能三隅反，他的悟性还没有什么，没有开。你一给他讲答案呢，他不是领悟了，他是什么？记了这个答案。啊，所以他，你讲上句，他也能接下去，但那不是他的领悟。啊，所以禅门不是一直禅吗？啊，然后那个学生看了他以后碰到人，人家问他佛法，也在那举。而且你看这个不愤不起，这个是随缘呐、啊，就是人他的心啊，很积极，很想学，但是呢，还不能悟通。这个时候你要启示他，但是他要有这个心，你一讲他就受用了。这个匪是口匪匪，就他有一点领悟了，但是表达不出来。这个时候你给他一讲，哎呀，你怎么讲的？就是我心里想的那个契机点。所以这个是启发式的教学。不能把人的悟门给堵住了，所以李业老师曾经讲嘛，我们学传统文化的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乖乖的，还有一句叫呆呆的，他那个被灌输越多的，他已经变成一个惯性了，他就变成不会思维了。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情况？就变成台上跟台下打成两截了，就变成把传统文化也当作一个职业了，就是讲课的而已了。其实外面讲课的人多不多？多啊，而且收费贵得要死啊。承德在19年前啊，二十一年前有上过课啊，3天55,000台币。告诉大家，这个课是我们主办的，所以我也造了不少孽，所以现在要赎罪。好，3天上完了，钱也花了，家庭问题出现了，因为老婆太激动，刷卡去上课了，结果钱就每个月要付款就出现问题了。但是3天上完了，该怎么烦恼还怎么烦恼，所以你看呢，3天55,000啊，结果师父的教诲是究竟圆满的法，不用钱。所以人生总在遇缘不同啊，这个非常重要。好，所以呢，不能变成职业，这个绝对行不通。而且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假如修学跟所讲课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在花佛陀的福报，花老法师的福报，因为不是我们的威德能够有这样的因缘的嘛。那佛门有一句很严重的话，叫批判如来啊，就把如来的法拿来赚钱啊，拿来谋名闻利养了，那就变以身毁谤佛法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走这样的路，也不能做这样子的人。好，那我们自己跟团体假如学了之后变呆呆的，那不行啊，这个把雾门给堵住了。好，所以我们从事教学工作啊，也要领会到孔老夫子那个拿捏因缘启发式的教学，这个重要，不然我们也有惯性啊。
我们都是接受灌输的教育啊。你说我特别不喜欢灌输的教育，可是请问我们真的教别人的时候用了什么方法？你没有警觉性的时候察觉不到啊。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当时还没结婚呢、啊。他说我爸爸小时候打我打得很凶啊，乱发脾气，我以后当父亲啊绝对不这么做。若干年以后啊，有一天遇到我们哭着讲啊，我现在打我的儿子也像我爸爸一样啊。大家要知道啊，有一句俗话讲啊，也是提醒我们高度的警觉，学好中年不足啊，学坏啊一日有余。而且你不愿意学，你还是学了。所以为什么说孟母要三迁？它环境很重要，它潜移默化。所以从理上讲，佛门最彻底的心理学，诸位假如对心理学有兴趣，拜托大家要学佛门的心理学、啊、我当时在幸好是学佛了才去读师范学院的、啊，不然我也会人格分裂、啊、我也是感谢师父啊，先给我打了底啊。我们去师范学院读书，有一本书高度推崇，叫艾米尔，西方的一个好大本啊，教育理论啊。那个艾米尔的作者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教啊。你说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不给人家唾弃就不错了，他还能够树立在那个领域的顶尖，我也搞不清楚。哎，所以孔老夫子，世间有五不祥啊，五种不吉祥啊。你看最后一个，天下为什么不吉祥？圣人福逆啊，圣人的经教没上教科书啊。愚者善权、啊、天下之不祥啊。你看那个都是在大学殿堂里面的经济学里面讲，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这个都是大学教科书的。若干年以后都不知道多少人奉为圭臬，干了好久了，最后社会很乱了，这个公司把我们黄河哪一个地段都污染了，最后不行了不行了，企业有社会责任。你看我们不听圣人的话，听还有分别执着人的话，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李烨老师当时候在2004年、啊、我们办教育传统文化课程，2004年7月份开始办，他是金牌主持人、啊、每一次都是他主持的。哇，每一次他讲一句的时候，我们的眼泪都忍不住。他也是很真心的、啊、他说让我们一起请我们的父亲孔子回家吧、哦、所以这个、哦、他那时候也是很怯呀、啊，觉得社会这么乱，其实只要听孔老夫子一两句话，啥问题不能够解决、所以现在呢，这个社会现象确实危机很大、你看像我们几位学长他们已经从事教职几年，看到孩子们他们也都很心疼、啊、很着急、啊哦、那一天我听一个个案，有没有跟你们讲，一个小学生、啊、小学一年级考89分呢、啊，成绩单拿回去给他母亲看，他母亲很生气啊，89分
你怎么不多考一分？九十分是优啊，八十九就是假而已啦。他妈妈很生气啊，拿充手机的电线把他给勒死了，太冲动了。结果他自己跳十一楼自杀了。这个世间的悲剧啊，多惨啊！可是他母亲是，可能是90年代的，80年代的。我们是失去传统文化的这两三代人呢，这些现象会越来越多出现的。所以大乘佛法大悲为根啊，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中华炎黄子孙的现况，甚至是全世界的状况。所以我们去体会到现在的迫切性，社会的严重程度啊，我们就能领会为什么师长老人家93岁了，他这样不疲不厌在跟这些大师们讲。老人家的境界，中国人是众生，非洲人也是众生啊，平等平等啊。他要尽他的全力去救度苦难众生啊。所以俗话有讲啊，这个也是物理学里面强调的，你真正找到了一个支点啊，你可以把地球给什么翘起来啊？地球很重哎，但是你找到支点，找到窍门，可以把地球翘起来。我们祖国大陆的经济是怎么起来的？怎么起来的？不是我们邓小平先生到了深圳画了一个圈，不是这样吗？哎，是你们在大陆长大，还是我在大陆长大？我有点不是很很转得过来了。这个时代是做实验的时代，你讲什么没用了。你说的再清楚都写成书了，人家没耐心看了。所以为什么传统文化不能够弘扬开？因为示范点榜样太少了。你一个领域有一个榜样，它就起来了。所以海南省监狱系统一个榜样啊，他们的教科书就司法部就发向全国去做了。刚刚还我要出门的时候，李烨老师还说好消息，我们海南这个孝廉的同仁啊，已经进入这个戒毒所给这个女戒毒员呢上课了，好像还90多个人。这是公安系统了，不是司法系统而已了，进入公安系统。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把道德学问成就？昨天。听不懂？哎，那个定弘法师以前不是说他有一个教授跟他交代作业吗？教授什么时候交啊？昨天。哎，你们要举一反三。意思就是太急迫啦，马上就要成就啦，你不能还说以后再说啦。菩提心要发出来啊，菩提心具足一切法。哎，那个发心出来具足一切功德啊。就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表演的，观音表慈悲啊，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啊，跟佛菩萨的慈悲同心，
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痒，他们的痛啊，就是我的痛。同体大悲的存心，这个心一发出来，不是我们有能力了，佛菩萨古圣先贤都加持我们。所以当时候啊，师长老人家就说了，要办一条龙，不办一条龙啊，灾难不能化解。我们一听当然了，要表态啊，马上跟师长老人家，师长老人家，我们很愿意承担。师父看着我说，不是你承担，是佛菩萨跟祖先承担。哇，这个讲的当头一棒啊，这怎么是我们的能力做得了的呢？我们最重要的把心用对就可以了，心对了，加持力就进来了。我们毕竟是从小没有根的一代啊，可是我们从此把私心去掉了，念念为他人想，念念为苦难众生去付出，那佛菩萨跟我们就没有分开了嘛。当然我们的潜力也会很快就提升起来了。好，所以回到刚刚讲到师长老人家说错的也要听，这个就是修学里面要有一个观念啊，是依法是吧，依义不依语。这句话真正的义理在哪？对你依止的善知识不要有怀疑，你要100%信任。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谈第二个重点，我们接着说。我们现在把第一个，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广学原味深入，这一句话在五经十三经都有。孝经有没有？有，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你养成这个态度了，就像师父守李炳老几年，10年，最后呢，口无则言，身无则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他已经入模子培训了嘛，他养成习惯了，自自然然合道，头头是道，左右逢源。问题是要扎这个根，所以佛门都强调5年学戒，所以师父说的那个都不是他发明的了。包含在《论语》里面，子张问善人之道。子张请教孔老夫子，善人要学圣贤之道，应该如何来修持呢？孔子说：“不见机，亦不入一事。”就是你一定要效法圣贤人走过的足迹，学习他的一言一行。所以师长老人家给汉学院的学长们的一个期许，内学释迦牟尼佛，放下贪嗔痴慢疑，这是不是 踏着三教圣人的足迹呢？我们今天学太上感应篇，不也是踏着老子太上老君的步伐去提升吗？所以一开始一定是
都依照他们的表演，他们的言行啊来做。明天呢是佛诞日啊，明天呢大家也是要出去爬山哈、啊。有没有人说终于可以解放了？哦，大家要知道，树富贵，行乎富贵；树贫贱，行乎贫贱；树闭关，行乎闭关；树爬山，行乎爬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哦，不然你不这样学哦，你去爬一次山呢、啊，回来坐下来，每天上课就还有三天才能爬山，还有两天才能爬，那就麻烦了。那明天是佛诞日了，我们学到这一句学顺佛菩萨教诲，我们就不多，就孔老就佛陀开悟第一句就好了。哪一句？其哉其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我们愿不愿意照这句话做？愿不愿意？好，愿意哦。好，你们不愿意我就不讲了哦。愿不愿意？愿意、啊、你们是入定了吗？好，我下一次呢先拿个引磬来、哦、啊，要问话的时候噔。告诉大家，黄念祖老居士说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都是从这一句流出去的，这四十九年所说法最后还流回这一句啊，所以这一句是大教之源、啊、万法之本，一切经论都是注解这一句话。其实这一句话就解了我们所有的烦恼，也解了刚刚立山的烦恼。你真的相信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你还会因为自己有烦恼在那里懊恼吗？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又看到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我不能再随顺妄想分别执着这种妄心糟蹋我自己，让我枉受轮回啊，不干啊。所以有一次我坐在这个春花对面，我就问他一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后来我就给他接了一句，所作一半不受后有，这句话就是不搞轮回了，这一生就要了脱生死，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以后你们叫沉定好，假如叫春花就要想起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好，而且这一句就把我们的根本烦恼，就是愚痴，愚痴的核心是怀疑，这一句话下去了，不怀疑自己也不怀疑一切众生，除非你不相信佛说的话。真相信了，心境就不一样了，信为道源功德母，我们的很多善根就因为起了这个信就涌出来了，自受用不糟蹋自己了，他受用看到每一个人呢，替他着急，
就好像你遇到一个他本来是千万富翁的儿子，那个钱就藏在他们家那个床底下，他不知道，你知道，他还在那里讨钱，这个好心人啊，给我一分钱吧。然后你知道你会怎么做？你赶快告诉他，你对人只有一份呢，成就的心，你不会有其他的心念。所以这一句是万法之源呢，大教之本呢。所以遇到佛诞日，也是提醒我们不能糟蹋释迦牟尼佛无量劫来的行菩萨道，成的佛果，来成就我们，来护念我们，不能让他老人家白白跑了8000次啊！这一生绝对听他老人家的话，绝对把这一句话时时放在心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言语就没指责，言语啊只有信任，只有体恤，只有理解，只有善巧方便。你说我跟他讲很多事的，他都不听啊，那你的疑心又起来了。所以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舍相。所以又有一句俗话说嘛，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嘛，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嘛。好，那第二呢，我们学习的观念心态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好，第三呢，就是圣学啊，是内学，这个观念就很重要。我们接触一切经，接触一切人事物，都变成什么？善财童子，马上向内观，就会有受用处的。再来第四啊，学习要主动，不能被动。所以论语说的，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吾莫如之何也已，换作现代化就是，那我也拿他没辙了。意思就是你具备这个态度了，才孔子才有办法教我们。这个如之何，如之何，就是说你很主动，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该怎么深入，该怎么解决问题。比方说我们去请教上师，你不能每一次都是要答案，这个问题我首先思维过，我会怎么做。哇，那你的心理思维都展现出来，那你的上师很有经验，他马上就可以指导你，你马上可以提升上去。他不知道你的心理状况，不了解，他也没办法知道。再来呢，这个主动当中啊，还有一个佛门强调的主动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你不能一直放任他，一日无常道方知梦里人呢，就被这个习气带去轮回了。所以六度的精神都是主动的，布施度什么？兼贪呢，忍辱对嗔恨呢，禅定对散漫，这都是对治。第五点呢，要有恒心，有恒为成功之本。这个夏莲老啊，他的教诲当中是引华严经的精神，比喻我们修行啊，像钻木取火。你要钻木取火了，什么时候才能放松？火出来啊，这个火表什么？智慧啊，还没出来，
啊，手酸了，停一下吧，停了啊，再来，啊，又酸了，停，胃出而宿息，休息了，停了好几次，火势随自灭，懈怠者亦然，修行不能懈怠，啊，得要真干，不能懈怠，而且这个恒心呢，还要有毅力。啊，甚至呢，这个恒心啊，还要一定修到什么究竟，修到啊，性德彰显了，不能呢，德少为足，这又是一个修学错误的心态，啊，就觉得。我这样已经不错了，啊，所以汤王那一句话特别好，对我们修学是关键。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苟日新就是下定决心，我这一生一定要成就，我不再搞轮回了，这就是苟日新的意思。我也要做佛，啊，就像六祖大师去见五祖，你来干什么？我来求做佛。苟日新，日日新，每一天都要有进步，不要知少为主。又日新，提醒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啊，一定要有恒心。所以你看《论语》里面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以道德学问那是越深呢，那个味道越浓。哦，然后其深无底啊，其广无边。哦，不能知少为主。啊，第六啊，不能画地之限。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不相信这一句，怀疑自己了，我不行啊。所以《论语》里面，冉求说：“非不慕子之道，力不足也。”孔老夫子马上点醒他：“力不足者，中道而废。”力不足是走到一半走不了，没体力了。你现在是还没走啊，经乳化，就要破掉这个画地自限的执着。啊，哦，就孔子给我们表演，不断提升境界：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师长老人家，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学佛，你看他老人家的回答，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好，好，第七呢，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只有自己是学生，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心态。好，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